百蚊一部，我屋企真真系要钱唔要货，唔系同你讲笑啊！女士机有青筋脚，就按呢啲位啊！呢门生意好 Q 难做啊！各位街坊，2021年按摩神器，玩个小妹嘅工作，保住我嘅饭碗。我同你讲，你今日你唔买，你都戆居。每次經過花園街、鴨寮街，你一定聽過呢類型嘅 talk show。十蚊一包，裏頭三個，30蚊啊嘛，賣曬都冇啦。機頂盒唔係淨係睇直播。經過佢哋嘅檔口，一唔小心，你隨時俾佢氹到講句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啊！但係究竟係咪口才好、轉數快就可以賺到錢呢？我一於落去做一日街頭嗌米 promoter， 試試佢先。不過以防萬一，我揾埋個師傅拜下師先。我的Now啦，入了行頭接近20年噶啦。未入行之前，我自己是做燒臘的，我就是街場 sales 啦，租一些鋪位去開麥 sell 一些家庭用品，最高峰差不多一日做咗15萬左右到，不會很多人做到。高手啊，香港啊，我自己估計啊，3-5個。你是其中？有機會是的。聽他講嘢就知道我師傅厲害啦，我就跟住Now哥落街開工。朝早16000 sell 足7小時，睇下做唔做到花園街 sales 新人王。鬧哥開檔啦喎，今日我哋任務係咩啊？今日俾個任務你，呢度有啲金樂槍嗰度，你今日嘅任務就係最少要賣40支。40支按摩槍對鬧哥嚟講當然係 BB 級水平啦。但是高峰時期要在一條街道一賺15萬生意，當然不只是靠把口啦，天時地利人和稱得上是缺一不可啊！如果是靚位嚟計咧，我哋多數要揾啲 corner 位啦，或者係比較闊嘅位置，令到個客越圍越多人。你慢慢要去催眠嗰班人，令到嗰班人會留低聽你講嘢而唔走。如果你係一啲中間嘅位置咧，因為你左右隔離本身都有鋪頭啦，租户咧佢會趕我哋啲人走，推住架車仔啊、送貨啊，啲人一散，咁你成個示範又要重新嚟過。所以位置係非常十分之緊要。公司俾啲咩產品你，跟住你就要學嗰隻產品，一把刀咁計啦。平時佢係有啲乜嘢嘅難處或者做唔到嘅嘢，我哋今日買呢把新刀係可以幫佢解決呢個困難。所有度嘅產品都係以個客為先，你要將嗰個盲點、將嗰個難處逐一驚破。基本上一隻產品，如果你要度滾瓜爛熟嚟計，我諗最起碼你都要嘥3-5日時間。件產品本身都唔得咧，我哋要諗下點樣可以令到佢得位置咯。曾經咧，好耐之前咧，有一把刀咧，係真係唔利，你要一個好快嘅功夫咯，迅雷不及掩耳咁的即刻推落去。最尾把刀都係賣得唔錯嘅，但係佢間公司俾人投訴到撲街。跟住可以同阿老老細提議，喂，你有冇辦法幫我改一改個包裝啊？你要欠翻計俾個老細。呢個就攞嚟點啊？面啊 OK， 跟住攞嚟攞錢，係啦，波波啊，就攞嚟揼骨嘅，係明唔明白 ？OK， 嗱呢度咧，你會見到有兩個瓶嘅，係 OK， 嗱呢兩個瓶嘅，呢一個咧就攞嚟咧愛個肚腩嘅，肚腩嘅呢個攞嚟減肥嘅，攞嚟減肥嘅。係啊，咁你咪係咁震咯。呢只攞嚟打靶咯，即係你有個比較。档口准备好晒，闹哥就示范俾我呢个 intern 睇，点样喺街头揾15万嘅生意翻嚟啦！我哋今日咧落嚟清货卖到好平，咩嚟嘅嗱？我哋今日介绍呢一支咧叫做筋膜枪。最紧要你去讲嘢嘅时间，你唔好水平线一个声线，即系用一啲唔同嘅声调，其实系吸引啲人去行埋嚟听。咁你吸引到埋嚟，你要点样 KO 佢？就系靠个功力。见阿哥讲足接近3分多钟，一个停低的人都冇，我哋决定出第二招纸牌人策略。哥咧，你记住佢就攞嚟做揼骨嘅，要帮手为人啦。呢个真系羊群心理，有好多时系有一个人 ，OK， 斋企喺度咯，咁佢又唔会出手买嘢。以前啲妹啊，就系负责买嘢咯，买完就放低，买完就再买，买完就放低咁。好多人都系咁样 ，OK， 见人买你又买啦。但系而家。已經是好事，因為是已經負擔不起。我足足企了5分鐘，雖然間中都有幾個人停低望下，但係都激發唔到街坊嘅購物慾啊！但堅持終迎來勝利啦！就喺我企咗5分鐘嘅時候，終於都起作用啦！呢度一個，當你圍咗前面3-2個人嘅時間咧，後邊啲人睇唔到就會行埋嚟裝。你唔使叫你個仔揼啊，佢揼死你分你副身家就有份。嗱，人就有啦，但呢堆人抱住你不動時我不動嘅心態。
依然都冇人真系出手俾钱买嘢喎。你今日买150、148、3都唔使，总之就100蚊一部。OK， 嗱我讲多次啊，蓝色 OK， 我得翻三部。紅色四部，多數我會跌價錢咯，好快跌嘅價錢落去，俾顧客聽到，咁平嘅。然後我哋會講啊，盡快倒數，嗱冇啦，最後八件，最後七件，令到個顧客 OK 覺得，喂，今日唔係真係走寶喎。鬧過一出完口述，藍色係咪 OK？ 我同你講，今日你唔買你都戇居，一嚿水你仲諗，你翻大陸你都買唔到啦，哥哥 OK 你個紅色係咪？我咩色哥哥？灰色 OK。你又愛灰色，紅色愛 Cookie， 你愛灰色啊？藍色最後兩磅，你又愛部藍色 ，OK？ 你又愛藍色，一個人最多只可以賣兩部 ，OK？ 講明先嚇，壓到唔使搞我數，直接咁樣插就得啦 ，OK？ 掹咗我去，又掹同埋插，你都唔識啊？你翻屋企問下你老婆掹同埋插，你點樣掹點樣插啊嘛？嗰個叫你唔好買啊，呢個垃圾嚟噶，挖別墅嚟噶，係呢嚿嘢你抌抌鳩要落街啦，係。鬧過連續唔停講咗半個鐘，第一位客人出售之後十分鐘。我哋就买咗接近12支按摩枪啦，好厉害！系我净系望住我已经，我觉得最厉害嘅系捞过佢连续讲冇停过，我真系唔得咯，好厉害啊，好劲啊，清晒货咁滞啦已经。望住捞过半个钟之内就赚咗1200蚊，好似好容易咁样，但系要做到师傅，其实都要有啲本事。街头 promoter 大多数都系经商品公司聘用。初入行做助手，只可以在后台帮手劈下货、收下钱咁。只有师傅先可以嗌咪 sell 货赚佣金。他会定一个target 俾你。OK， 你要做到8000蚊翻嚟，佢系俾5日或者一个礼拜你，你一定要过到嗰个礼拜嗰个 quota， 佢先可以升到做师傅。佢每日会有个底薪啦，1000至5000蚊就13%，5000至8000就14%。8000至10000就15%，真正的高手，他哋有一些知名度，他哋嗰啲 commission 可能都有機會去到20几K度。你可能是做到30000蚊咧，你當日出糧都有機會出到6000至7000蚊。唉，講就容易咯，自己做起上嚟咧都真係唔容易噶。呢個阿七頭咧，鏈骨咧好舒服嘅，仲有啲咩頭啊？我哋望下先嚇，仲有呢一個鏈呢一個嘅仲有呢一个，大家都听得出我有几唔熟稿啦，嗬？但系我咁样依然都成功吸引到两位街坊咁多嘅。嗱，转头翻嚟嘅话未必有货噶，靓仔，真系唔好后悔啊！最心痛是买得太迟啊！好难咧，点解唔买噶？我啱啱咧已经见到两个客啦，两个客都话翻转头唔买啦，我讲到口水都干晒，佢都唔买。本身好艰难，冇啦，真系好艰难。大家快啲嚟百元嘅帮我买嘢啊！我今日嗌咗第三件，一把枪都卖唔出。如果台面有把真枪，我吞枪自杀而家要。好，继续开档。就喺我以为唔会有生意嘅时候，佢翻嚟帮衬我买咗2支按摩枪啊！叉电咗啲机，攞啊！多谢晒你，好，首先俾你先。两部。好攰啊！咁已經好攰啊！咁樣唔攰，咁樣都唔攰啦，哥，好落力噶。阿成日噶。阿成又唔喉嚨喉嚨唔痛咩？佢掛咗咯。嚇！咁你會起枕啊呢個位？所以佢成日我臨講嗰陣時，即係望呢度咯。街場裏邊其實係可能過咗500蚊嘅嘢咧，都已經係好難 sell。最唔叻係 sell 啲乜嘢啊？啲產品係可能話冇即時嘅效果啦。曾經咧有一個朋友咧就問我：，喂，你賣嘢咁叻，不如咁啦，我俾個產品你去試下去賣啦。跟住我問佢咩嚟㗎？佢話搽完個乳頭會變咗粉紅色。我話對唔住啦，呢個產品我真係識唔到。因為咧我哋好特別嘅 ，OK， 我哋賣每一件產品會即刻有一個叫做我哋行內俗稱叫做魔術按摩刀，你會即刻切到嘢出嚟。但係有啲產品你即刻 P 寫唔到件產品出嚟咧，好難會說服到客。而家時間是12:30，我成功今朝買咗兩部機，我買兩部機就已經開始上揸流灘。嗱，哥，你覺得表現如何？新學嚟計算唔錯噶啦，係咪算唔錯啊？係啊，幾好噶啦。有啲咩要改？今個晏晝要改善嘅地方啊？流暢啲咯。啊，係。係啊，同埋最緊要同啲客咧，你要有互動。
同埋咧，你嘗試下咧打落個坑，係啊。同埋最緊要，我教咗你啦，你真係攞部電話出嚟啊！你求其上網買，我哋買呢部機個價錢 ，OK， 一定平過其他人。呢、這個就係今日呢一部機嘅傳銷啊！好，我仲係會好多時候記唔到啲資料啊，拉拉咳咳咁樣。嗱，我自己已經好努力噶啦，好，其實晏晝。听完捞哥的中场检讨，下午我简直是越战越勇啊！有了这部机送给奶奶，解决你婆媳纠纷。奶奶按摩的时候就怼部机给她，叫她自己按，手臂痛、腰痛、脚痛、脚板底痛、脚底到屎忽痛都可以按摩到。你呢部机700几蚊都唔使，同一条街唔做马，阿姐都过嚟按两下，叫个仔帮你按摩啊，揿两下就发脾气嗌走啦。点痛呢呢支枪？啲槍唔會離棄你嘛，係咪先？腰酸骨痛啊，你去呢個嘅揼骨啊，都要收你400几蚊一次啊，少數怕長計，長遠就好閉翳。今日我哋買你幾多錢啊？300蚊唔使，唔使200蚊都唔使，唔使100蚊一支按摩槍啊！呢度按唔到啦，我按俾你睇，點會按唔到啫？唉，著住部機先，按呢度咧擺落去，哇，正啊！唔呃你啦，上淘寶望一次，賣緊200几蚊一支人民幣淘寶按，全條街行埋一次。平過我哋呢度嘅話咧，我唔收你錢，講笑啦，點會唔收你錢啊？係咪先？經過我一日嘅努力，咁努力咁樣捱咪，晏晝我再成功咁賣出3部。多謝曬靚姐，阿哥收到啦，今日我哋收到啦。我都唔好意思講添，我今日賣到5件，唔錯啊，成績。五件唔錯，我爭35件先俾 target 喎。算係咁噶啦，其實咧。咁講啦，而家真係個市道真係差，同埋真係難 sell。你都好鋼鐵意志啊，嗌咗好耐，咁見到你都冇放棄，咁其實都講得唔錯。是不是啊、第一次嚟計，真係算係唔錯。你都有前途做呢一行。係咪啊？如果我嚟見工，你會請我啊？都會嘅。呢、這個行業萎縮咧，係在所難免。購買嘅人咧，已經係逐漸叫老化咗。呢3-4年嘅生意開始下滑得好緊要，但係你叫我轉行4-8年，可能呢個叫做表演慾啩，個心好享受人哋睇你去賣嘢，賣到一啲好嘅產品俾客户，佢真係用得好，呢個係我哋最開心嘅地方咯。由我把口經過而說服你去賣，係我哋最想做嘅嘢啦。OK， 直頭可以叫做 KO 咗你。呢個是我哋嘅成功感，所以就要轉型，改變咗做直播。咁直播會吸納翻一啲比較年輕啲啦，有購買能力嘅客户啦。如果我喺街上開咩，我只係對香港嘅客户。但係而家我喺網上開位，我係對世界唔同國籍嘅客户。咁所以想繼續去做呢一門嘅生意啦。OK， 唔想翻去暫時立住。sell 女人你要好温柔咯，好細。OK。姐姐嗱，望住揸住嗱，望清楚呢一度啊，係要慢慢咁樣切落去㗎。OK， 呢啲就係 sell 女人。嗱 ，sell 男人同 sell 女人係兩回事嘅，你可以咧語氣重，語氣嘅調重好多。翻屋企用呢把刀，你唔好戇鳩鳩係咁切啊！你兜撚拍落去 ，OK？ 你切完之後，咁你咪嗱聲去賭波、賭馬、睇電視咯，幾百蚊唔使啊，一嚿水咋？今日你唔買你戇鳩鳩啊！明白明白，好唔該啦，阿哥。